本视频由未来车原创制作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但是能买 BBA 的人毕竟还在少数，这也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。那么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一款车，其性能不输宝马 X5， 而价格又特别实惠，快让小编带大家看看这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型吧。这款车就是奔腾新出的一款 SUV， 奔腾 Senia R9。从外形上看，这款车其前脸的进气栅采用的是网格状，搭配两侧的大灯霸气十足，其侧身的流水型线条使得该车动感十足，再加上全景天窗，更是给人一种豪车的既视感。这款车的外形真的比奥迪 Q5 更霸气。而在内饰的方面，这款车更是主打奢华大气的风格，车内以棕色为主色调，搭配着黑色色调，能让人眼前一亮，并且其车内采用真皮包裹，使用户的体验感更棒。并且这款车的内饰还采用了最新的智能系统，全车的科技感智能感是爆棚的。这款车的动力系统也非常不错，其搭载了一款 1.2T 的四缸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05千瓦，最大扭矩204牛米。虽说相比其他类型的 SUV 来说略显不足，但是对于一款紧凑型的 SUV 来说，可以完全满足日常的需求了。奔腾这款 SUV 颜值高，内饰科技感十足，发动机更是不错。而这款车的价格仅仅在9万元左右，虽说只有9万元，却有 BBA 豪车的体验感，你心动了吗？